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啊，没有啊。画布现开。妈，我这是西洋画。西洋画，我知道是西洋画，我就不能欣赏一下？给我看看。我这还没画好呢。妈，我这。 我这是发挥想象力画的，我没见过他真人，不是没见过真人，我是绝对没照着他真人画。我是说，我没照着他真人画，他在我面前没脱过衣。画的还挺像的。这姑娘我倒是见过几眼，神情也还记得。早听说二弟喜欢画画，没想到还挺有天赋的。 我的梦想啊，就是考进上海的艺术专科学校。能行的。妈，既然二弟这么喜欢画画，你也应该让他发挥一下他的才干才是。你别夸他了，家宝。哎，上学的事儿啊，我觉得先放一放。知道，你就是想让我接手楼外楼的生意。 我知道你不喜欢做生意，可是现在楼外楼不能一日无主，我们需要一个掌柜的。可我干不了这事儿，我根本就不是一做生意的料。你不干谁干呢？你可以让水根舅舅干。那后厨谁管啊？三槐师傅管啊，三槐师傅多棒啊！那个随风倒的家伙，你能信他呀？那我也干不了啊。你不管呢？ 总不见得叫我去当这个掌柜的吧，啊，叫我每天出去跑进货，迎送宾客，清理账目。我也不是这个意思。